要跟着我的步伐慢慢往前走啊。这边的视野呢比刚才站的地方更开阔，大家看啊，这水里面啊全部都是海苔啊，并不是水泥，看到没有，都是这样的。还有这岩石上长了好多贝壳，全部都是贝壳，小贝壳。在钓鱼啊，这看到多舒服。Wonderful。没有钓到鱼啊，就是，地方倒是挺美的，就是没有鱼。他告诉我钓到鱼，是收什么了？呀 ，Big fish。呀 ，OK 呢 ？Not in the video。比较，so small 了 ，so small， 哇操，哇操，钓到大鱼了，我操，钓到大鱼了，拉不动。就把我给乐到了，钓了个这个回来。还好我机智啊，我把我的包背过来了，不然现在就要饿死了。真的，这个的话我要把它生吃了，还有一个酸奶，真的是怎么说呢？真的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啊。不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不然的话就饿死了。我把调料都放进去了，然后摇了一下，就这样直接吃了。现在给大家表演个生吃菲律宾当地的泡面啊。味道跟我们北京面呢还是有些差距的。我现在是肚子饿了，我要是没肚子饿的话，这个绝对是吃不下去的。他们跟我一起吃。我操！他们现在这个火升起来了，还有鱼吃。哦，捡了好多贝壳，不是鱼，一条鱼。钓不到鱼啊，只能吃那个贝壳。没注意看啊，水箱都搬过来了。饭做好了。现在做这个贝壳，是在这么个环境下。下贝壳了，现在应该快做好了。这些是流浪猫，我们鱼没有钓到啊，所以都在捡贝壳。这两个钓鱼的回来了。准备吃饭了呀！这个贝壳做好了，我尝一下什么味道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肉啊，现在尝试一下什么味道。12点钟来了，现在4点钟了，主要是饿了，吃什么都觉得好吃，它这还是可以的。
我们自备了油啊、盐啊、味精啊这些东西。现在都准备吃饭了，他们都。这个杯子，是我刚才吃面条用的那个杯子，然后他准备吃饭了，他们是用这个花椒叶啊。还有两个罐头啊，罐头。我吃不了了，它这个贝壳的话好多沙子。等他们吃吧，吃完了回家。手抓米饭了，米饭。I'm finished. I'm okay now.天快黑了，现在都5点多了，都在这里捡贝壳。雨下的好大呀，现在都下个海游泳了。下的好大呀，要回家了。